郭德纲单口全集每日更新，微信添加公众号输入拼音 ID 单口666，或微信公众号添加汉字老郭单口，一起来看老郭填坑吧。回过头来再说肉铺啊，宰完猪都归置好了，五谷天明，小伙计拿着这板出着上板都不用看，老干活天长日久，闭着眼一逛挂上啊，今天拿着出来，人，一抬头，人头瞧着他了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我喊出鬼音来了。林掌柜的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老爷子，搬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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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。掌柜的踩上，一把就薅起来了。进来，关门。今儿不干买卖。掌柜的，那别别啊！掏出点钱来，给你。今儿放下啊，愿意玩就玩，愿意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啊，别嚷嚷，就说今儿没买着肉啊，没买着活猪，咱今儿不营业。哎哎哎哎，天光大亮了，掌柜的拿一包袱皮儿把人头包好了，打架出来找一旮旯，咔哧咔哧跟地上这刨啊，刨出一坑，人头搁里边去，盖上土，踩踩匀，一望两望没有人，点点头回来了。这一天有买肉的没有？不卖啊！一直等到天都黑了，小伙子也回来了，还挺高兴啊！每天干活，今儿放假，掌柜的我回来了啊，心情好点儿。哎，没事没事啊。来，孩子，你跟咱们家可是待了不少年了啊！我拿你呀、啊、当我的儿子一样啊，这是咱家呀，哎，也不知得罪谁了。啊，给咱们栽赃陷害，这事儿呢你也别声张啊。不过倒是给我提的醒，因为这些年我也不瞒你孩子啊，我也没孩子啊，我拿你当亲儿子是一样的。嗯，我也存了点钱啊，存点钱，可是这两天我越琢磨越害怕，你这真来人要抢了咱怎么办啊？待会儿你上后院你刨一坑去吧，啊，你刨一坑，把这坑刨多大呢？能大概有一大箱子差不多就行，你刨一坑，然后咱们把那装钱的箱子埋在坑里啊，这事儿就你知道我知道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儿子一样啊，那以后我给你娶媳妇儿啊，有什么事儿就冲我说。嚯，小伙子高兴，哟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掌柜，还叫掌柜呢啊，叫干爹，就该干爹，我谢谢您，去刨刨去。哎，孩子拿着铁锹出来奔后院，起来嘎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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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跑完之后看看这有能装箱子吗，我躺里边试试，下了坑里边躺好了，挺好，又上来不够深吧，又跑了跑，弄得挺好，真累，坐在坑边上，哎呀哎呀，行啊，我这行了，我这后半辈算是有着落了啊，坐着高兴，有打那个林掌柜的来了，没穿鞋，光着脚过来的，为什么呀？没声音，一步两步走到跟前儿，小伙计坐在这儿背冲他，旁边地上戳着铁锹，我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，一伸手把这铁锹抄起来，奔孩子后脑勺。砸碎，转到头来立脚，啪！死尸跌倒在坑里，怎么合适？啊！抄家伙起来，干吧，起来，干吧，起来，干吧！都埋好了，都踩踩，踩匀了，拿手一指，你要想翻案，除非等到包公在世。说了这么句话，转身回屋可就歇着去了。啊，没有人再知道这个事儿，一人过日子，家里也没有亲戚。过了两天，是本月十五，早晨这一起来，老张家挺紧张，为什么呀？谢少半仙可说了，啊，说什么呢？说这个今天正当午，嫂子要挨雷劈，啊，
啊，起来嫂子就哭，我招谁惹谁了你？你倒霉事都是我的，水鬼也找我，吊死鬼也找我，雷劈也是我，啊！张双庆，你说你怎么就没遇见？我怎么没遇见？当初那时，啊，不能说啊，差点说秃噜了，啊！张双喜这儿劝嫂子没事，待会儿咱们等着这道爷来，有他在就行了。正说着呢，又打外边，无量天尊！一开门，嚯，谢老道来了。啊，快点快点快进来，就等您了啊！我哥哥我嫂子啊，我知道知道知道啊，这过来，道爷您救命吧！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您我们这个、哎、别说话别说话，时间可快到了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好坐好了，怎么坐？坐一圈儿，围着这桌子坐一圈儿啊！老道这手是张双喜，这手是张双庆啊！张双庆这拉着媳妇儿。媳妇这儿呢，拉着兄弟，这几个人反正是手拉手坐了一圈儿。外边可是响晴多日，大太阳地儿啊。坐着坐着，老道嘴里是念念有词。这几口呢往外看，还不打雷啊？那意思一打雷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。等着吧，可是艳阳高照，哪儿有雷啊？啊，可是就瞧这老道这汗，一把鬓角全湿了，嘴里边跟这儿念。哎呦，心说得好好谢谢人家啊！要没有人家，谁知道会有这个灾呀、啊？突然间就听到外边咔嚓嚓，雷声滚滚，晴天霹雳，出了太阳那儿打着雷啊！就这雷打到院里边，击着石头上直冒火星子，啪啪啪啪，屋里人都傻了。老道这嘴不闲着，接着念。突然间这嫂子站起来了，我得出去瞧瞧，站起来往院里就跑。张双庆张双喜儿脸都白了，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这不是，这儿救你了，你怎么还能往这虎口里边送呢？啊，你怎么还憋着往雷底下跑？那风劈了你。哥俩一瞧，追，打屋里出来，一左一右一伸手，啪，就拉住胳膊了。家里的家里的大奶奶，快进去快进去。双喜儿也说，嫂子您怎么了？咱赶紧进去。嫂子就不动，耳边听就听得咔一声霹雳，屋里边那老道都糊了。死尸倒地，仨人扔了。这个世界太神奇了啊！天下的事难说得很，老天爷你有准儿吗？你还你到底要干嘛？进去吧。这会儿功夫雷也没了，天也晴，仨人进屋一瞧，地上没有老道，躺着个一米长的大蝎子。老道啊，是蝎子成精，这个雷劈谁？劈的是他。聪明啊，早想着这怎么办，得找大富大贵之人来帮着我啊。四处查访，知道有一个人仨影子，张双喜啊，一瞧，哦，对，他能救我，跟他在一块儿，这个雷不劈忠臣孝子啊，跟他在一块儿没事儿，所以说呢，先给你点好，我能救你啊。那么那个那神鞭实际上并不是像他讲的啊，伍子胥鞭是不是，那就是他那蝎子钩那玩意儿修炼的啊。您琢磨，老道整个一米来长，那要这么多差不多了，再长不成比例了啊，这么个茬。仨人一琢磨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的个天爷啊，老天爷这是救了我们啊。要说起来，咱们家虽然说坎坷很多，但是我觉着上天对咱们还是很照顾的啊。再瞧这会儿大奶奶精神挺足啊，这你看我这会儿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啊。是这事先把蝎子弄出去吧啊，
蝎子弄出去了啊。双喜说咱们这样，先砸碎了然后放火烧。为什么？又要不然死不利索。当年有一石头王，张双喜直拦着，别说蝎子搭出去，嘁着咔嚓砸碎了，放起火来一烧，死蝎子滋滋乱响啊，把这灰弄出去找地儿一埋算拉倒。回过头来张双庆很感慨，哎，咱们家多灾多难，到如今确实是老天爷照顾啊。我有个提议。什么提议啊？咱们呢请个戏班子来，就在咱这下坡这儿搭台唱戏，上跟前的街坊啊邻居朋友们都来看看，咱们一块儿庆祝庆祝。好吧，这好找啊。乾隆年间了，这会儿那会儿四大徽班也都进了京了，北京城里边啊，你说益阳腔啊，什么高腔啊，啊，陕西梆子都有。找吧，找个戏班子，还得挑戏啊。这回我们会20多出，那我会80多出，这回100来出啊。你看这我会10000来出，会怎么会这么些？我们可以来回反复演，别来这套。你们什么好，我们什么都好啊。你说我们这儿的。啊，画脸的老生啊，文戏武戏呀、啊，彩头戏啊，欠了都行啊。你点得出来了，我们就能演。那来吧，当天就来了。哎，今天一说搭台唱戏，嚯，大伙都来了，戏班子也准备好了，台也搭起来了啊，都准备齐了。长班的说：“您点出戏吧，爱看什么戏？”双喜说：“哥，您点吧。”哎，别，兄弟，你说你小别。听嫂子的，嫂子您爱看什么戏？嫂子说我就爱看闹鬼的戏。咱家就没点别的事儿了嘛，过日子闹鬼啊，住娘家闹妖精。好容易说庆祝庆祝，还看闹鬼？不打不去，这唱戏庆祝，您点一个吧。好吧，嫂子说我听过一出戏，说包公审乌盆啊，乌盆记啊，这人被人杀了，死尸和上泥剁成馅儿，烧成一个小盆儿，是黑色的，叫乌盆儿。后来遇见包公了，这才把这案子翻过来。你们有这戏吗？有啊，我们这个唱这个比较拿手，办戏。后边该搓的搓，该勾的勾，都办好了，一直等着包公出场啊。乾隆年间这戏什么样，咱们也没瞧见过，反正估计也是挺热闹，锣鼓家伙也催上了啊，大伙都卯上了，因为逢这个戏都得好好唱。你要不好好唱的话，以后写台口人都不找你。前后台都卯上，底下呢也坐着100-200观众，老百姓高兴看着。打刚开始怎么害人怎么杀人，大伙儿爱看，一直等上老包了，观众高兴。舞台上为什么会出现包公的形象，就是老百姓对清官的一种渴望，所以瞧见包公打心里高兴兴奋啊。上场门九龙口这儿亮住了一套袖，要张嘴还没张嘴呢，又打人群里边一股子旋风上了台了。到了台上，这九龙口是这个位置，演员出来跟这儿亮相，整官捋髯口往前走，透袖这在说话啊。这刚站住，这旋风打底下上来，整跟包公这演员呢、啊、打一对脸儿，旋风停住了，哐，眼前好像跪着一个人，恍惚惚看出来是人形，但是你真拿手抓没有，像一股气儿似的。台上台下都傻了，就一人高兴，细胞老板啊，活包子，真把鬼招来了啊，都傻了，唱老包子也傻了，这撩着忙，救命啊，九明啊，喊谁上来呀、啊？这儿跪了一个鬼，耳听得在旋风当中有阵阵的哭泣之声，啊，台上比较就乱了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闹了鬼了，这里边就仨人不往心里去。张双喜，嫂子，三口人跟这儿。习惯了、啊、
啊，嫂子，你猜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咱们见的还是少，还是少。台上台下就乱了，这戏是不能再唱了。老百姓有胆大的，有胆小的啊，也剩这么五六十个啊，胆大的跟着，这哎，说话，贵人说话，说话啊，这贵人这哭。张双庆一回头，瞧见俩人，谁呀？衙门的俩头，俩班头，张头李头，宛平县的啊，离这不远，这是来看戏来的，打刚才跟这站着。啊，有人瞧，哟，俩头来了，给搬凳子，坐在那儿，还给沏壶茶，嗑着瓜子呢。双庆瞧见，哎，张头、李头，来来来，啊，你别吃了，别逛了。不是，我们也搭着你们哥俩没看过戏，这哪出？这今儿不赖啊，这怎么打台下上来？今儿您好，这是角儿，这你就闹鬼了啊！就走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别走。啊，那个二位头儿，得了，这事儿是我们引起来，我们家请人来唱戏，万没想到啊，现如今这真包公啊，引来鬼了啊。您给问问吧，我这也归老爷管啊，您找县太爷去啊，我不管这个，别，张双庆、张双喜儿愣把俩头揽上台来了啊，嘿，这。贵人这位，哎，这有俩头啊，宛平县两位班头，张头李头，你呢？哎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哎，这什么话这叫？啊，俩班头又跑，别往我们身上搁这个，不是，这不是让他跟您说吗？啊，就瞧这个鬼魂一掉个，就站在了俩头的面前，恍惚瞧的是一个人形，模样瞧不真着，俩头就觉着浑身冰凉啊。哎，您挺好的是吧？老没见了，老没见了啊！老没见，上回哪儿见？也不知道，老没见了啊！我说，哎，我说，哎，张大爷，咱别玩笑，他这是王府的保镖，张大爷，您给引进去啊！不引进完了吗？啊，没事，这衙门俩头啊，有事跟他说啊，我们都散了，都散了，还是别走，那什么，哎呀，倒霉催的，你这看场戏看成这样了，这位大哥，我也不知怎么称呼您啊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俩是衙门里边的工人。您要说真信得过我们啊，您这样吧，你头里走，我们后跟着，好不好？咱们看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？行不行？就觉着鬼魂点头，那意思可以。哦，那还行，这挺好。你头走，我们跟着。鬼魂不动啊，僵持上了。哎，张大爷，不动啊！你让他偷偷跟着。张双庆瞧瞧，说事儿，这怎么回事？双喜儿看看这边，看看这边。哦，俩头，你们偷走让他跟着。我说为什么？他怕回来，他偷了走，你们俩会跑了。不相信？那怎么能？咱们并排。当间一宣布，也是跟一半。走吧，啊，好，老百姓有跟着的，就有害怕回去的，把嫂子送回家去了。张双庆、张双喜儿，这好，有点意思。这，咱们还瞧吗？双喜儿说：“我瞧瞧吧，哥您回家，我嫂子一个人在家回来害怕。那好，那我先回去，咱回家说。哎，你想着瞧瞧怎么回事，回来告诉我。”啊，哥俩好事。张双庆回家。张双喜儿后边跟着啊，走着走着，一帮人往前走啊，双喜儿在最后，刚走到胡同口这儿，人家都过去了，胡同里边有人一伸手，张双喜儿拉进来啊，人家都走了，双喜儿没跟着，哐，给拉进胡同里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单说旋风带着两位啊。走吧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来到哪儿啊？林家肉铺啊，来到这儿了。你瞧，这儿啊，砸门，咣咣咣一砸门，就听里边挺惊慌。谁？你看，看门。哎呦，门打开了，
林掌柜，哟呵，哎呵，街坊孙林没睡呢啊，哟呵，这两位头这是啊，怎么您当劲儿？这谁这是啊？好，你们谁抽烟？抽烟，我的烟呢？这是啊，啊，姓什么呀？我姓林，肉铺谁管着您呢？哦，别动啊，跟我们进来啊，来，您继续待会儿啊。好，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。俩人一股风，后边一帮老百姓簇拥着林老板进来了，往哪儿去？奔后院。